夫人。妈，阿梅，这次中秋节你爸提示大寿，带着孩子们回来一趟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儿子，你外公七十大寿，外婆特地打电话过来喊我回趟老家，你们也一定要回来啊。都准备好。好。老妈，收到。首席。老妈，收到。院长。院长，老妈，收到。一别多年，一家人终于可以团聚了。停一下吧，就停这村口吧，进去太吵了。老夫人，这是周总按照您父亲爱好特地准备的贺寿礼物。太沉了，我帮您拿进去。不用，把包装去掉就好。拿个袋子装进来。好，你们回去吧，我自己去就行了。小周，来来来，快看快看啊！我二女儿和她在政府当领导的老公回来了。爸，回来了啊！哎呀，祝您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好好好。哎，爸，哎，这是我们孝敬您的年份茅台。哎，那就院里坐，进屋啊。我三女儿和她在市里开大公司的老公也回来了，这回开的是宝马。爸，哎，三儿回来了。祝您七十大寿，生日快乐。爸，生日快乐。这是我给你拍卖回来的国窖1573。二姐和二姐夫都在里面等你呢，进屋吧。了不起啊，老赵，几个女儿都嫁得相当不错，你享福了。那是当然，毕竟是我周大福的女儿。就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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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这不是你家离了婚的大女儿吗？好多年都不见了，丢人现眼的东西，他怎么也回来？爸，今天是您七十岁生日，女儿给您拜寿了。十几年都没回来了，你还知道有个爹啊？爸，我……啊，够了，回来了就回来了吧。就你一个人回来的？您三个外孙工作忙，要晚一点到。又没什么正经工作。有什么可忙的？不是，大女儿家里车都没有，是不是？穷三样。行了行了，别在这杵着了，不嫌丢人了。爸，这是您大外孙为您准备的礼物。你大妹送的寿礼是茅台，你二妹送的寿礼是国窖1573。你这都是什么玩意儿啊？你丢人现眼！一会儿你提着自己回去。阿梅，妈，他爸，这大女儿好不容易回来，就别吵了啊！阿梅，走，咱们先进屋。走。阿梅，妈跟你说啊，你爸呢，这脾气硬，身体又不好，今天又是他的七十大寿，你就别跟他吵了啊，顺着他点。好的，妈，我听你的。孩子，这些年苦了你了。妈，有您这句话，一切都值。啊，来了。那我先去忙了啊。哦，你看他们都在，你跟你大妹、小妹好好叙叙旧。那我先走了，你去吧。哎，来了来了。大妹、小妹，好久不见。哟，大姐来了。哎，大妹、小妹，我说你们怎么坐在外面啊？外面风多大呀？要坐屋里，屋里可有空调呢。好好好。好嘞，爸。哎，等等，你干嘛去？
帮厨去。凭什么他们可以进去吹空调，我就要去帮忙？你能和他们比吗？你大妹是当老师的，大学文凭；你二妹，公务员。你小学都没毕业，还是个扫大街的，你怎么和他们比？我那不是，怎么又吵开了呀？妈，同样是女儿，为什么我就要去干活？那你歇着，妈去帮你。你哎呀，妈，算了，还是我去吧。哎。大姐从小就喜欢干活，天生的劳碌命。就是，人穷啊，就要勤快点。走了走了。周总，贺丽也安排妥当。嗯，好。喂。妈，我到京城了。那就好，路上小心啊，注意安全。马上和老二老三会合，然后赶回村里去。妈，你好久没有回外公家了，他们对你还好吧？挺好的，毕竟是一家人。那就好。误会了，我带的礼物是你大伯孙特地准备的，一定不会差的。哎，这个皮干嘛呢？哎呦，你吓我一跳！我呀，在听我妈大姐说话。哎，他们说什么呢？大姐不是拿了一瓶那个破烂酒来给爸送礼吗？爸的面子又挂不住。我看见呀，妈刚才拿着你过年的时候送的五粮液给大姐了，让大姐送给爸撑撑面子。嘿，凭什么拿我的酒给他撑面子？不行，我得找他们去。行了，你别去了，人家没要。没要啊？为什么呀？人家说了，他那酒呀可是他那大儿子费尽心思才拿来的，比你那五粮液好多了。切，谁不知道他儿子就是个摆地摊的臭屌丝，能弄什么好酒啊？说的是啊，哎，那个酒他把包装都拆了，那不他说什么就什么。你知道吗？现在科技发达得很，用专用的价格扫码器啊，往那酒瓶上一扫，这酒多少钱就都知道了。哎，还有这东西呢？哎，我给我老公去说啊。等价格扫码器一到，我看他还怎么吹牛。就是咱们这个大姐呀，十几年没见了，什么都没学会，学会吹牛了。要我看呀，哎，这次呀就得让他出出洋相，好好治治他这臭毛病啊。就是，这是我大女儿送的寿礼，来系上。老嫂子，这哎呀，没事儿，系上，系上，没事，系上啊！慢着，妈，我知道你从小就偏心大姐，但是哎，你也不能拿着我和我老公送的酒给他做人情吧？你是什么？难道不是吗？这不是我和我老公过年那会儿给你提回来的吗？能不能小声点？嘿，怎么还怕人说啊？妈，我不是针对你，我只是看不惯有些人回娘家还不舍得花钱买礼品。你们俩又在那吵什么呢？爸，阿兰，这不是过年的时候你给我拿回来的五粮液吗？怎么又把它翻出来了？爸，大姐空着手回来，脸上挂不住，就拿我和你小女婿给你送的酒拿来撑场面。什么？准备人呢？人呢？
周妹，你给我出来！爸，怎么了？瞧瞧你，干的好事！我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还不认错？都怪我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怪我。妈，我都说了不用，我带的酒不比这个酒差。你这个不孝之女，你要气死我吗？爸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我说家丑不可外扬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本来我就不想说什么了，可你非要和我较劲。怎么了，大姐？都到这份上了，你还没看清楚情况啊？大妹，我倒想听听，我犯了哪门子天条？大姐，咱都是一家人，本来呢我也不想说，你非要闹，可别怪我不给你留脸了。好，我也想听听。大家都知道，你离婚这么多年了，一个人带大三个孩子不容易，是吧？是不容易。穷，就不要虚伪，不要硬装有钱人。说自己拿的这个酒有多贵有多值钱，这没道理呀。我没有。你十几年没回家，我不怪你，我七十大寿也不缺你，和你那几个废物儿子的几张破嘴来吃饭。爸，他们不是。就算不送你我也不会说你，可你总不能随便的在路边店买瓶破酒来凑数吧。哎，对呀，这路边店的酒能喝吗？这是要喝出人命的，这责任谁担呢？爸，我这酒不是路边摊买的，是你大外孙特地从名酒收藏家手里收的，花了很多钱。花了多少钱呢？这个我不知道。装装装，又装。大姐，咱能不能别这么虚伪啊？要装啊也得上点心，像你这个呀，这也太敷衍太拙劣了吧。哦，你是说这个呀？我是觉得这包装太重了，所以没拿。够了，现在就走，就当我没你这个女儿。我要怎么说你才能信呢？你给我闪开。村长，我们见。大家都坐啊。我坐。村长，您坐。您坐。李总，这是您要的酒驾专用扫码器。你们这是早就计算好了呀。事业怎么样？怕了吗？我怕什么？不怕的话，那你敢不敢跟我打个赌？赌什么？你的脚要是路边摊的垃圾货的话，你就跪下来给我磕三个响头，说你错了。你敢？好，真敢啊！真敢呀！阿美，你可别意气用事啊。妈，您别管，我心里有数。哎呦，死到临头了，这嘴还挺硬的。但是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要是我的酒比你们送的寿礼都好都贵，你们怎么说？你的酒要是真的话，那我就跪下来给你磕三个响头，说我错了。对，我也一样。这个是全国通用的酒标价格专用扫描器，只要是国产的白酒，通过扫描酒标就会出现相对应的价格。村长，你检查一下。没问题。管事，把礼品搬进来。请试一下这一瓶。啊，好快啊，这个价格准不准？当然准啊，专卖店价格一分不差。再看一下这一瓶。真快。老黄，这个也准吧？太准了，现在都是高科技，没有什么假的。别试了，赶紧啊。大姐，你还有什么异议吗？谁先来？我来。大家都知道我爸爱喝酒，我们送的呀是30年年份茅台，来扫吧。98,000，我天，这瓶子里面装的是酒还是金子呀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年份茅台，这喝的已经不是酒，而是历史，是岁月。别说这么复杂，这喝的就是钱吧？老周，哎，你好福气呀！啊，我
也算是久经沙场了。这么贵的酒还是头一次见。一会儿打开咱俩一起喝点。哎，不这么贵的酒得等个大日子。这才哪到哪儿啊，看我的。都知道我爸好酒，所以啊我送的也是酒。泸州老窖国窖1573-360。这茅台我听说过，这泸州老窖我也听说过，可这国窖1573-360，这可是个啥呀？是啥不知道，但是呀、啊、看着就大气。来撒吧。38,000！38,000！我的天哪，这真是一瓶酒一套房啊。李老板，你这也太豪气了吧。孝敬老人是应该的。好孩子，好孩子，你们都是好孩子。像我这个废物女儿，她回来就知道惹我生气。这是我大哥的周天道为他外公准备的寿礼。这么破这么旧还敢拿来送礼，这么一看确实不像路边店买的。依我看呐，垃圾桶里翻出来的吧。咦，这是周梅，你什么意思呀？明知道爸嗜酒如命，你送个这东西来，你是想让全村人吃席的吧？对，你是想害死爸吗？谋害血亲，这在过去呀、啊、可是要抽皮鞭庆猪笼的。对，这可不是磕头认错就能了的事情。好，这酒要是假的，是生是死随你们处置。这还真是不怕死啊。要是真的，就让你们也被抽皮鞭进猪笼。干嘛？女人献给的东西，你回来就是逃我的命的吗？爸，你为什么不信我？我信你，我还不如信路边的一条野狗呢。你不要怪他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跟他一样都是喂不熟的白眼狼，你想和他一起害我死吗？我啊，够了，不准当我吗？你给我滚，就当我没你这个女儿。不让我比是害怕了吗？让他来，既然他想死就让他死得痛快点。你要作死没人拦得住。就让你们看看我大儿子周天道为他外公准备的寿礼到底配不配。自取其辱。就说我大儿子给我准备的寿礼绝对不会差吧？不差不差。这哪里是不差呀，这岂止是吓人好吧。对呀，1000万一瓶，那岂不是一口酒就有几十万？妈呀，这喝的哪里是酒，根本是金子啊。这金子也不值1000万呀，这琼浆玉液他也不过分呀。看来啊，周家这大女儿真是发达了，太有孝心了。老周，你有福了，我真羡慕你啊。阿梅，梅梅，快把我闺女给我送的寿礼拿给我。1000万，这可是1000万，这你可得收藏好啊。这一瓶酒
就是一套房，哎，不不不，就是一栋楼啊！那可不是吗？快给我，给我！Download DramaBox. Watch short series anytime, anywhere.